团长，我就是不喜欢陪首长跳舞，有这点时间用来学习，那不是更好吗？这是一项政治任务，如果不是政治上可靠的同志，根本就不能参加。那也不应该每次都是我去啊。再说，我也没看出跳舞有什么政治意义。你要好好想想，你是剧团的培养重用，党组织又在考虑你的入党问题，你可要戒骄戒躁的。团长，我。据同志们反映，你在谈恋爱，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汇报呢？可是我们还没有最后确定关系啊。不管确定没有，我都要提醒你，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是非常重要的。我的话你应该明白，不要辜负上级首长的期望啊。这是一项政治任务，如果不是政治上可靠的同志，根本就不能参加。那也不应该每次都是我去啊。再说，我也没看出跳舞有什么政治意义。